好，各位法师、各位居士，阿弥陀佛。好，我们今天讲的课程是印顺导师《妙云集》里面的《佛法概论》，我们讲到第十章。第十章，那么在我们的第137页。第十章呢是我论因说因。那为什么叫做我论因说因呢？那么是出自于《杂阿含》，《杂阿含》有这么一段。在我们的第二行有没有？那这我呢，其实就是佛陀。佛陀呢，在论因说因，说有因有缘即世间，有因有缘世间即，有因有缘灭世间，有因有缘世间灭。那这个是不是非常熟悉的？有因有缘即世间的这个即呢？有点这个正在进行式，我们累积了很多的因缘，不断的在累积因缘，累积什么呢？世间的因缘。所以呢，到有因有缘世间集，那世间集是不是已经形成了现象了？其实已经形成了现象哦。所以集世间有点是动词。到世间集呢，它可能已经变成了一个名相了，看到现象了，这样理解吧哈。那有因有缘灭世间，有因有缘世间灭。有因有缘灭世间，这个灭呢其实也是一种动词。如何的去灭世间，那么其实它会是一种出世法，超越世间，是透过超越世间的。那如何的超越世间呢？其实就是要怎样？要修道哈。所以我们可以翻开下一页哈，第138页有没有？有因有缘世间集，跟有因有缘世间灭有没有？那这个灭呢？其实像这个苦集灭道，其实他这个讲的也等于是苦集灭道哈，也就是在。灭世间是透过什么道地上面的苦集灭道嘛，对不对？那个道地去下什么灭世间的因之后呢，有因有缘世间灭因为世间的苦集呢会灭的那么也就是有因有缘，我们在集世间的时候呢，其实就是苦集的那个集有没有？第二个部分急着去累积什么世间的因缘，然后形成出什么世间的苦果，那么就叫做有因有缘世间集。所以世间集它本身是不是已经是一种结果所以一个是集世间，然后呢世间集灭世间，世间灭，这另外一个看法哈，这个等于是，这个是集，这个呢是苦。这个是道，这个是灭，苦集灭道，先是集了世间，因为它这个是因嘛，然后是什么果？因跟什么果？要超越出来，那么就必须要去怎样灭世间？透过什么来灭呢？其实是透过什么修道。所以我们说，透过修道之后而证灭，是不是？验证了灭，那么也就是所谓的什么涅槃。那这里呢，其实我们在无意间不断的在怎样？集说
我们说要断疾，要怎样？要知苦，要知道为什么它是一种苦呢？因为它已经是一种结果。只要是结果，它有现象，是不是都离不开无常啊？无常的相嘛，啊，无常的相。那么我们说是无常故苦，有没有？对不对？为什么无常呢？因为集了很多的什么？集了很多的因，集了很多的因的关系。哦，就像我们现在是不是一直不断在集世间呢？起心动念，其实我们一直在集世间。之后我们的烦恼，如果我们这边烦恼多的话，那是不是集出来就是我们的业障啊？啊，但是我们想要跳出这个的啊，跳出世间的束缚的时候，我们就要透过修道。那在道上呢，就是佛陀教我们的真理法则。好，我们就知道说，哎，我们不能随便的怎样起烦恼，应该要有善心善念、善因善缘，对不对？啊，不仅要有善因善缘，还要能够怎样，还要有出世的智慧哈。那么，也就是要理解因缘法。理解因缘法是不是才有机会跳脱出来啊？好，不仅是善因善缘，而且还要怎样能够这个？好，不只是善恶的问题，我们要从迷雾间怎样能够转得出来？要从染净间，因为透过迷雾，是不是才有机会处理到我们的染净问题啊？这里是我们的记录了什么善恶，所以不只是善恶，我们还要能够转迷起悟，有没有？所以我们的修道是不是无非就是希望我们能够转迷起悟，转染成净，转恶为什么善？那是不是才有机会跳脱出来啊？啊，到世间灭，世间集，世间灭都是一种结果了啊，它是一种结果，过程当中那么就是要去下功夫的哈。所以这样的一个结果呢，灭的结果就是所谓的涅槃，其实就是灭的结果。好，我们透过修道，其实就是让我们去断集，因为我们的集里头呢，那么其实恶多而怎样善少，是不是？我们不断的这，因为我们在迷糊当中啊，在迷糊里头，是不是恶比较多，善比较少？修道就是要让我们去调整，让我们的善多而怎样恶少啊。好，那善多恶少就是要从迷转悟，从染转净，是不是才可能善变多恶变少啊？好，所以呢，透过修道其实就是在断什么，断恶的集啊，因为这里有很多的什么恶因恶缘。好，那能够多一些什么善因善缘，并且还要透过因缘法啊，透过因缘法，因为不只是外在的现象的问题了，其实里面的这个是缘，这个是不是因啊？啊，透过因缘法，我们才能够去彻底的改善啊，彻底的改善。好，所以呢，在这个因跟缘啊来说的话，那么佛陀不曾经有严格的戒说啊，本来常常因缘呢讲在一起啊，而且我们这个第一节的这个题目也讲，佛法以因缘为什么利益大本呢？啊，其实佛陀所说的法的主轴是不是就是因缘法？佛陀在世的时候也就是讲的因缘法啊，只不过这个到底因跟缘如何的去分别，说实在在早期来讲的话也没有非常清楚的解说啊。那么这里就讲到相对的差别来讲的话，因比较约特性，缘比较约什么利用。那但是呢，我们稍微啊再把它转换成我们的这个图像来说的话，我们常常是不是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啊，主要这个还是主要的因呢，这是主要的，而且它充满了什么特性，有没有？
所以他这个性本身会有什么善恶，善性恶性，对不对？然后呢，缘它是指的是一种什么作用力啊，它是有作用的，什么样的作用呢？去把它汇集在一起的作用。汇集在一起，但是缘不仅它能够生，缘是不是也会灭啊？哦，所以它是有作用力的哦，它是有力量的。缘本身是不是有力量啊？有缘千里来相会，对不对？它是不是有一股力量让我们汇集在一起？哦，因为有善因的关系，所以因它本身会是比较主要的，哦，而且是特性，而且因是主要的，缘是比较一般性的。就说以因为主，而以什么缘为辅，以因为主，先要有因才有缘，哦，而且这个缘本身来说的话呢，我们说要缘生，虽然我们说哎，往 有这股内聚力，但是不一定会完成，哎，就像选举一样嘛，对不对？哦，我们就算 要选总统，是不是有好几位候选人，只有一位会原生出他的什么，哦，原生出，比方我们说选总统，是不是只有一位会当选啊？其他两位不会当选的，他也在原生啊，这个时候是不是大家都在原生，就看谁的力量大，而且真的是要广结善缘，人家是不是才可能投票给他，哎，哦，所以像明星也是哦，对不对？明星为什么，哦，这个一出来那么多的粉丝，对不对？这个也是他们过去广结过善缘的，哦，所以我们说广结善缘多么重要，哦，那么所以呢，我们说缘它是一种力量，汇集起来的一股力量，汇集出来的力量。那缘来说的话呢，它不一定会成，有时候还没缘生成之前，是不是就缘灭了，对不对？哦，在竞选的时候，哦，这个一旦公布，那落选的人是不是就是缘还没生就已经怎样缘灭了，哦，所以呢会以因为主，以因为主，而缘它会比较属于什么一般的，它比较不是绝对说我一旦要缘生就一定能成，不见得，哦，也要看缘结的够不够，对不对？缘结的不够的话，是不是就不成啊？哦，那因呢，它比较属于什么特性，那缘比较属于什么作用力，这样能理解吗？哦，那当然我们说，哎，透过图解是帮助我们理解，哦，但是它不是，哎，应该说只是一种工具，哦，也不是绝对不变的东西，只是帮我们去怎样去理解，哦，好，所以呢，所谓的因缘就是必须要具备一些什么条件，因缘条件必须要合合啊，必须要合合。好，啊，所以要缘生也要有条件，其实缘灭也有缘灭的条件。比方我们说，哎，它缘结的不够，是不是就是缘灭的条件呢？ 啊也是缘灭的条件。好的，因为它缘结的不够，所以它的什么障碍多，对不对？而且比方它的那个破坏力，破坏的条件多，哦，都还没有还没当选之前，哦，可能就有很多的黑函，有很多的什么各种的传说，哦，之类的，是不是那个也都是一种破坏的因缘啊，破坏的条件，哦，所以不仅缘生要有因缘条件，缘灭也一样，它是有因缘条件，所以都叫做有因有缘，世间集，集世间，然后有因有缘，世间集嘛，对不对？有因有缘，哦，灭世间，有因有缘，世间灭，这样理解吧？哦，其实都有条件因缘的，哦，好，那佛法所说的这个集来说的话，也就是生与灭，也都依于什么？
因缘。所以集本身，集本身是不是跟缘比较有关系啊？它这种是一种集合的力量呢，对不对？它是一种集合的力量，但是它包括了缘生跟什么缘灭、哦、好，因缘条件够的话，那么就形成了出什么现象来嘛。所以我们说这个现象本身是不是已经是一种结果啊？是一种结果。所以我们说有因不一定结出果，是不是一定中间还要有缘来怎样推动啊？对不对？哦，有因下了种子，已经下了种子，但是水分 不足，对不对？养分不够，那它也不一定能够怎样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哦、但是因呢依然是存在那里的，这样理解吗？它的缘如果不够，是不是就没办法开花结果啊？虽然下了种子、哦、虽然已经下了种子，但是呢它不见得一定会怎样开花结果嘛。就像我们说，哎，它因缘如果不足，是不是就看不到它、啊、那个竞选的人因缘条件不足，是不是看不到它的当选？哎，但是它是不是也有可能去累积下一次的、啊、哦，因为它这一次的竞选它会非常勤于跑基层跑什么跑什么，虽然它这个时候条件不足，但是是不是也有可能促成他下一次啊、哦？因为他累积 的那个因缘条件越来越多哦，所以他不是绝对的，他也不是绝对的哈、哦。好，所以呢，这种集也都跟因缘是有关系的哈、哦。好，那么从我们生灭因缘的把握当中、哦、其实呢佛法就是教我们怎么样去实行而达到目的、哦、所以我们说要怎样这个所结出来的呢，希望是福报的话，我们的因是不是就要能够是善因啊、哦、因为因缘它会不断的自动的排列组合，而且物以类聚哦、物以类聚，那么也就是善因加上善缘结出福报，如果是恶因呢，就会形成所谓的恶缘，然后结出我们的什么业障、哦、好，所以我们要知道如此的话，那么我们的那个起心动念上面的善恶的特性是不是就很重要了、哦、就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不要这个任意的哈、哦、随意的怎样起烦恼，对不对？因为起烦恼是很可怕的哦，起烦恼是不是都是恶因啊？哦，结恶缘的机会就大。在起烦恼的时候啊、哦，在起烦恼的时候，我们的人际关系一定是差的，对不对？人家纵然是好意来问我们一句什么，我们马上啪的就回去的时候，哇，人家趁这个哈碰了一鼻子的灰，是不是？那是不是就结了恶缘啊？所以恶因会跟恶缘结合在一起，善因会跟善缘结合在一起，它自动会排列组合，物以类聚。哦，好，那我们人生现有的痛苦还有困难来讲的话呢，我们就要知道它的原因嘛，要去追前面的，因为等到痛苦困难的产生，是不是已经是一个结果了、哦、其实已经是一种结果。那这个结果为什么会是痛苦的，会是困难的，往往就是业障的现前嘛，对不对、哦、是业障的现前。那要去知道痛苦的原因，就知道那个是不是就是恶因恶缘啊、哎、但是我们在烦恼的时候，我们从来、哦、会觉得说我思故我在，对不对？我就是在思考事情，但是我们的思想里头呢，烦恼居多。相不相信？啊、哦，自己好好的去想想。哎，我胡思乱想当中，啊、哦，是不是就是想前想后的，大部分都在想什么相现象，对不对？我们会执着在那些现象上。哦，某一个人对我的这个。脸色不好，或者口气不好，
我们是不是就很不舒服啊？是不是就着在那个相上？哎，那会不会起烦恼啊？就会恶性循环。哦，所以我们要练就这种金刚不坏身，呵呵，这应该叫金刚不坏心呢，哈。我们的心不要随着，不要随着别人的那个脸色啦，声音呐，而起心动念，对不对？不要闻鸡起舞啊，要能够不闻鸡起舞，那就要有点功夫，对不对？纵然我们看到很不舒服，心里开始起烦恼，但是我们自己一定要说服了，一定要说服自己不要起烦恼，不要起烦恼，对不对？毕竟呢，可能对方有他的因缘，我们应该要去同情，要去体谅对方的状况的话，我们的那个什么烦恼是不会少一点呢？这个时候是不是还是要坚持我们的善因呢？就很重要哦，因为我们只要能够起善的因，所以我们说要培养善心善念是不容易的，真的不容易，是要去长养的呢。我们的那种烦恼是不是不用学习都很会啊？天生就会哈，生来就很会啊，但是要去培养那个善心善念，那真的是很难。那以大乘佛法来讲的话，那么教我们最容易最基本的就是怎样持佛念名，持佛的名号嘛，对不对？持佛名号，这个人实在有个阿弥陀佛，对不对？有佛号出现的时候，其实我们的那个恶转善的机会多，这样理解吗？而且我们要去学习诸佛菩萨的慈悲心，不仅念到他的名号，还要想到他们的慈悲心，他们也是透过行菩萨道的过程而来，也是从凡夫开始啊，对不对？所以这些都是我们必须要去怎样要去下的一些功夫必须要去下的功夫好，所以呢，我们说要知道因缘原因，那这些原因无非都是因缘法，离不开因缘法其实是离不开因缘法的所以呢，佛陀初转法轮佛陀呢，这个成等正觉开成等正觉的第一次转法轮就是对五比丘讲的，就是四圣谛苦集灭道所以呢，修道就非常重要。修道是不是才是我们的根本之道啊？要灭世间的苦嘛，对不对？要灭世间的苦，才能够获得什么涅槃的境界。所谓的涅槃境界，也就是超越我们的凡夫性。凡夫性。尤其在我们的成佛的这个道路过程当中，第一次证得涅槃，是不是就是在超凡入圣的当下？在这个以下，是不是都是凡夫啊？但是也得要有菩提心，是不是才算是踏上成佛之道啊？这下头都还是凡啊，只是越下的凡是越凄惨的，对不对？是三恶道的，三善道是不是才有机会发菩提心？那么来到这里，就是念念间要有灭世间的能力，修道的能力，修道。因为透过修道才有机会断疾，透过修道能够知苦断疾，知苦知道只要结出结果来呢的这种无常之苦，这种无常之苦其实也是因为我们平常不断的在疾恶因恶缘的缘故嘛，所以呢必须要透过修道来取代，
虽然我们还在世间里头，但是我们是不是也希望能够超越世间呢？所谓的超越世间，就是我们要能够怎样往上，要能够往上提升，而不是一直陷落在什么凡夫位上啊。这样理解吗？所以我们说这个涅槃多么的重要哈，这是第一步啊。不管是大圣小圣，是不是都要经过涅槃的这个过程啊？所以要能够世间灭，要能够证得涅槃啊，所以一定得要经过涅槃的这个过程啊。那这个就得要靠什么？修道，修道。好，那所以呢，在这个因缘法里头哈，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啊，人类文化的开展本来都由于在探求因缘条件呐、就是说，某某人成功，某某人失败，成功与失败是不是已经是一种现象啊？于是呢，我们就会去探索为什么成功，为什么失败的那个为什么，是不是就是所谓的因缘条件啊？其实就是因缘条件。所以呢，在倒数第一行说茶果之因当中来的嘛，茶果之因是不是啊？我们看到了结果，因为结果呢是大家看得到的，因为它比较粗糙，不用透过修行，我们是不是也可以看得到啊？茶果而知因，往前去推，它为什么成功，为什么失败的那这个条件就叫做因呢？不过因缘它是非常的深细，有没有？现象比较怎样粗浅，比较粗浅，所以呢，一般都会美流于什么错误？那有一些外道他们也讲因缘的，但是呢，以佛陀的眼光来看待，叫做邪因或者非因即因，也就是说。大家都有去探求茶果之因的这样子的一个特质，但是不见得是正确的是因为不够周全的缘故，不够周全，可能去 touch 到了某一个部分，但是呢它是不够周全的。佛陀是经过三大欧僧祇劫行菩萨道而圆满成佛那其实我们说在这条道路上是不是无非还是透过因缘法因为要根据什么真理法则才可能不断的怎样往上提升嘛？真理法则就像我们所谓的四圣谛的谛是不是它就是真谛啊？就是真理法则唯有真理法则唯有因缘法才让我们不断的有机会怎样往上提升所以到成佛的话呢它可以尽虚空界的遍知所有一切它是最为周全的回头来教我们的那一般的这个外道来说的话这个因为他们不是透过这样子的一个过程那所提出来的呢那就不够周全好那在这种邪因或者非因即因当中呢那么大概会有三类一个叫做宿作论一个呢叫做尊有论还有呢就是无因论首先我们来看所谓的宿作论也叫做定命论宿作论也就等于是宿命比较宿命的这个看法就是说他们也说由于过去的业力感得今生的果报那么也但以为世间的一切由不是前生的感召所以对现生的这种行为价值或者现生的因缘呢就完全抹煞完全抹煞就是说我们这辈子的因缘那个福报或者业障如何呢端看过去只看过去而不看在现在这个这个也就是所谓的为什么叫做邪因呢就是说它的那个整个理论基础还是不够正确
当然跟过去是有关系的哈，是有关系。啊，但是呢，跟我们这辈子的那个努力有没有关系啊？还是有相当的关系啊。就比方说，我们这辈子的努力，在善因善缘上面的努力，那我们就有机会去招感我们宿世的什么善因善缘，因为怎样，物以类聚嘛。哦，如果我们本来宿世的善根因缘也不少，却是我们不断的起烦恼，那是不是也就感召不来啊？哦，其实他就感召不来啊。那以佛法来讲的话呢，啊，在我们的第139页倒数第五行， 佛法虽然也说由于前生啊行为的好恶，也会影响今生的什么苦乐果报，但是更重视现生的什么因缘力，那就是感召的问题。哦，我们这辈子的起心动念跟过去因为这个过去的因缘是不是也有所记录啊？啊，这里是缘，这里是因，而我们的起心动念的那个关键在我们的第六意识啊。那这个第六意识如何的起心动念呢？跟我们的什么？跟我们的那个分别有关啊。因为第六意识呢，分别的能力很强烈啊，常常会被外境所怎样所感染嘛。哦，第六意识呢，看到外头顺心不顺心，是不是也会起心动念呢？我们的善恶的起善恶的那个关键在第六意识，所以第六意识有所谓的增上缘呢，它的力量最大。我们的前五识呢，有所缘缘，所缘外头的缘。跟我们的顺逆啊这些有关系，比方我们逆境现前的时候，我们是不是烦恼就会多起来啊？啊，那这个会是属于分别变的部分，所以我们的善恶，啊，虽然我们的善恶记录的是过去的，哦，但是因为我们这里是不是还在起善恶啊？我们的这个善就会跟里面的善去怎样，去感召。啊，我们的善念多，我们的宿世的善因善缘就会怎样？会结合，会唤起，会唤醒。啊，我们的烦恼多的话，是不是就唤起过去的什么恶因恶缘，让他们赶快醒过来？哎，所以我们这辈子的努力是不是非常重要啊？我们这辈子的努力非常的重要哈，是因为我们会跟过去的这些善恶怎样相应，这样理解吗？好，如果我们比较着在外向上来讲的话呢，我们起恶的机会是不是就多啊？我们起恶的机会就会多。我们要能够不着外向的话，就是我们要理解因缘法，理解因缘法也就是它是相应法，啊，是相应出来的，而且是会物以类聚的，所以我们这辈子的那个努力是很重要的，啊，要能够转迷起悟嘛，就是希望不要只有着在相上，而要知道什么法性，法性是什么因缘法嘛，对不对？也才能够转染成净，改善，啊，让我们的那个清净的种子跟清净的种子能够，当然我们里头其实都是杂染的种子，不过我们的这个杂染的程度的问题哈，也会得到改善，是因为我们透过转迷起悟的关系，哦，就意思就是说，以佛法来讲的话，非常重视的是我们现生的因缘力，这样理解吗？好，我们现在的起心动念是善还是恶是很重要的，善多我们就会让我们过去的善因缘，啊，那个集合起来的机会多，那是不是就有机会福报现前啊？啊，但是如果我们这辈子烦恼很多，
纵然里头有善的因缘，却是不相应，会跟什么恶因缘相应。哦，等恶因缘它汇集起来，原生出来就会变成什么业障现前。哦，就会是业障现前哦。哦，好，那宿作论来说的话呢，他们是比较重视的，就是反正现在的一切都是过去结出来的，跟现在的努力比较没关系，这样理解吗？而佛法呢，哦，认为这一切都还有改善的机会，就是我现在的努力，今生的努力，是不是有改善的机会啊？哦，是有很大的改善机会啊。好，所以呢，在倒数第二行，佛法正确的因缘论是彻底反对，啊，彻底反对这种抹煞现生的努力，而专讲命定了，啊，所以佛法并不是宿命的，并非宿命哈，啊，而且对这种宿命论呢，那么是佛陀是加以驳斥的，啊，那佛法之所以跟宿命论不同，就在于怎样重视现身的努力与否。所以我们的学佛是不是就是在现身的努力啊？啊，一方面我们接受过去，啊，接受过去，不管是业障或者福报，只要现前的，啊，成熟的是不是一定会现前啊？啊，接受福报当然比较容易，接受业障是不是就比较困难啊？哎，但是呢，因为透过学佛啊，在真理法则上面的理解，那么当他因缘成熟，是不是必然会现前啊？那我们就用强化的心来怎样接受它，对不对？一个是要接受，第二个才有改善的机会。接受它之后，就当作是我们的逆增上缘，有没有？为什么叫逆增上缘？因为它是逆境，但是因为我们第六意识是不是有增上缘的力量啊？它可以转的，哦，纵然是业障现前，对我们来讲是不是也是一个学习的机会啊？还是要保持善心善念来改善它，接受它之后的改善它，这个就是我们今生的努力嘛。啊，当我们福报现前的时候呢，我们就要珍惜它，是不是？要珍惜着用，因为福报是不是也会用完啊？一样会用完，我们要捡捡来用，是不是才用得久一点呢？啊，而且我们有福报的时候，我们还可以做，啊，还可以再继续去修福报，因为我们有本嘛，对不对？比较有本，比较有本钱，还可以再继续去怎样，再继续广结善缘，这个都是我们今生的努力哦。所以佛法跟这个宿命论是不一样的，啊，是不一样的。好，那第二个呢，叫尊幼论，啊，尊幼论，也就是把人生的所有一切的遭遇都归结到神的这个旨意当中，啊，以为世间的一切不是人的力量所能够奈何，所以一定要去祈求上天啊，祈求上帝或者梵天，才有这样的力量来创造安排世间的一切。好，那么对这样子的尊幼论，佛法是不是彻底否定啊？毫不犹豫。并不是去求神求仙，哦，不是去求上帝的，哦，那么这世间的一切，哦，因为如果是尊幼论的来讲的话呢，他不管世间的好坏，完全是神的意志，等于否定人生啊，这个是莫大的错误，哦，这个是莫大的错误。那以佛法来说的话呢，他会去否定决定命运的主宰，啊，因为在这个性空上头，啊，就是放下自性妄执的这个自性里头，是不是就有个主宰的特性啊？没有主宰，没有任何的主宰的，啊，的这种特性的存在，对不对？我们的那个自性妄执里头的自性，是不是包括了不变、单一跟什么？主宰这种特性是不存在的，哦，那所以呢，我们的人生，哦，人生世间里面的人事来说的话，也不是由神来主宰的，
并非由神来主宰，不是外来的，而是由自己还有什么大家来决定。哦，主要由自己决定之外呢，还有大家共业的问题。我们每一个人有别业，但是有没有大家共同的业力啊？生长在同样的时间空间，是不是也有共业的问题？那也需要大家来共同努力。但是关键会是在自己哈，在别业上，别业是我们自己比较能够去怎样去改善的，共业就要靠着大家，哦，靠着这个广结善缘当中呢去做一些努力，哦，那这是两类的思想，两类的思想哈，在我们的前一页哈，第139页第一段的最后哈，它是讲有三种状况，其实先讲两类，一个叫做塑作论，一个叫做尊优论。那这个呢都还是属于什么邪因，哦，还有一种呢也就是所谓的无因，哦，无因，无因论呢，哦，所谓的邪因，里头包括了有因论跟无因论。有因论里头非自生，也不是他生，更不是什么共生，哦，那刚才的尊幼论跟宿作论它都还是属于有因论，所以呢另外一个就叫做什么无因论，哦，无没有种子是不可能开花结果嘛，对不对？但是我们常讲说，哎，我们经常讲说无缘无果好啊，遇到这种事情，这个是不是很大的错误啊？我们会习惯了，啊，我们说哎，无缘无故怎么会让我碰到这样的事情，这个就有一点像什么无因论者，无缘无故，当然我们是无心的，我们也没有去想清楚到底是有因还是没因，但是往往我们会断然的否决前面的，对不对？当我们去碰到啊，尤其是业障的现前，我们是不是首先就想要去怎样排斥嘛，拒绝啊，就会觉得哎，前面的因缘与我无关的样子，所以我们会觉得无缘无故怎么让我这么倒霉碰到这样子的事情。其实如果我们细细的想，必然有因有缘，对不对？必然有因有缘哦，哦，所以不要以为说是无因啊，哦，这个或者非因即因啊，哦，或者非因即因啊，哦，好，所以呢，这个。在我们的第141页，哦，佛陀就说一切现象无不是有因果性的，哦，并且还要要求正确而必然的因果关系，不可以笼统的来讲因缘，哦，不可笼统的来讲因缘，哦，那佛法所说的因果呢范围是非常的广泛，哦，是包含所有一切，因为所有一切都在因果的什么因果的法则当中，哦，没有不在因果的 法则当中，也就是有因才会有果，哦，那当然过程中还要有缘，细说的话，所以有时候佛法会比较粗的说跟什么细的说，哦，比方我们说生灭，粗的说叫做生灭，细的说叫做生住灭，再细一点是不是叫生住意灭，对不对？因到果，这叫因果的特性，哦，因果系或者因果的特性，细说呢还要再加个缘，
由因缘到果，粗说跟细说啊，那么也就是说有因倒不一定马上就有果，但是有果是不是必有因呢？好，因为有因呢，如果缘不够，是不是它果就还没有结成？这个倒不一定哈，因为它必须要有缘。但是如果我们往往在现象上往前去推呢，必有因缘，因为它一定是经过这个而来。那这个部分呢，如果它不足的时候呢，它果报就是这个就产生不出来，就不会有果。不足的状况之下是没有果，这样理解吗？足就会有果，因缘足了一定有果。那所以呢，我们往往从果来看到的看待的时候呢，是不是必然是一定有充足的因缘啊？这样理解吗？哦，一旦果报现前，必然有因缘。但是如果因缘不足的时候，果报是不是就没机会现前？这样理解哈？所以一切都在什么因果法则当中，因果法则，这样理解吗？好，而佛法所重的就在乎思想与行为的因果律，指导我们人应该怎么做，怎样才能够做得好。而且在六道里头，是不是唯有人是最能够接受佛陀的指导啊？三恶道的众生是没有办法的，天道又福报太大，对不对？啊，那这个阿修罗道呢，他又悠游在这当中，啊，也是不好教的啊。所以善道里头，那么人道要在善道当中才有机会学佛，在善道里头又以人为主，啊，又以人为主，啊，是因为在尤其人的果报。啊，这个果报体来讲，我们这辈子是个人，不仅我们接受这样的一个果报体，其实我们本身有造因的能力，是因为我们有思想会影响我们的行为。所以这里为什么说在乎思想与行为呢？就是善恶的问题，对不对？啊，其实就在于善恶。啊，所以呢，在业力的这个流转当中啊，也唯有人才能够理解这一切，啊，那么所以呢，以人来说的话，我们若透过学佛，小则自己得到安乐，大则呢，让世间也能够得到安乐，得到究竟的解脱，那就是菩萨道，对不对？小则呢是什么？以声闻法解脱道嘛，啊，让自己能够解脱，超越世间的束缚。得到什么究竟的安乐，因为光是在世间法里头是无法安乐，因为在世间法里头是被生死所束缚啊，哦，是被生死所束缚的，哦，因为所有生下来的人没有不，哦，没有不面对死亡的，哦，只是如何的死亡，而且呢，死亡之后我们是不是还能够再继续的持续我们的善根因缘，那这个就是我们所要努力的，啊，一个是自我的努力，一个呢，啊，自我的努力呢，那就是走解脱道嘛，啊，如果还有余力或者心量比较大的话，他是不是就是走什么菩萨道，啊，所以大智呢就可以使世界得到安乐，啊，甚至得到究竟的解脱，因为所谓的菩萨道就是把解脱道能够普及给更多的众生，因为解脱道是不是很重要的基础啊？纵然是菩萨道，也要有解脱道的什么的基础啊，哦？那当然是希望还能够培养更多的菩萨啊，哦，才有机会让啊，哦，整个世界得到究竟的安乐啊，哦，究竟的安乐啊，哦。好，那这是第一节啊，哦，第一节呢。佛法以因缘为利益大本，啊，最主轴的部分其实是不离因缘法，啊，
好，那我们这堂课就讲到这个地方。阿弥陀佛。